来介绍一种单手十六分音符的打法，这是 down，这是 up，down，up，down，up，up 这个动作会带一点 molar 的感觉。每四个音符是一拍，现在我要在第二拍跟第四拍加入小鼓，one，two。Three, four, one, two, three, four。现在强调四下 hi hat，做出一重一轻的感觉。Down 比较重，up 是轻音。第一拍跟第三拍加大鼓。